谁是赢家，输赢由时间来论证。理查，这是互联网的新的生活模式，一切都是新的，销售、沟通、工作，当然还有新的资金。新时代的第一笔资金，虚拟币，未来的数字资金，一种电子货币通过加密运作得来。为什么近5年来电子货币成为大众人们的广大流传？它是可靠安全的，现代加密防伪技术，虚拟币均按固定数量操作，永不增发，所有操作均免费操作，通过互联网世界各地都可以使用操作。它是独立的，不被任何国家、地区或人所控制。虚拟币不被任何人控制，所有人都可以拥有它。如何拥有虚拟币？很简单，挖币，使用矿机挖虚拟币，获得现成的虚拟币。我们通常选择第二种方法。介绍你们一种新的币子，格拉斯贝格虚拟币。虚拟币需要强有力的进入市场，让大量的人拥有它，因此公司正在进行大规模的促销活动，对所有协助虚拟币推广的人进行奖励。在历史上，一个男孩用$27投资到比特币上，4年的时间拥有了100万收入。在这个促销活动中，公司成了一个不公开的富人俱乐部，公司可以送你币子，目的让大家可以快速地实现我们的梦想。俱乐部成立的地方在中国，为什么？中国的人口是13亿，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。今天的中国在虚拟币市场方面是非常先进的，全世界中国拥有最大的购物网站。如何成为公司富人俱乐部的一名会员？一次性缴纳$250，$250是一股，拥有股权时间为180天。加入俱乐部$250的一次性费用，购买股票180天，180天时你将得到$500，随时可以使用，每18天你将得到$50的红利。你不仅可以自己获得利润，也可以和你的朋友分享，让更多人拥有财富。你的每个爱的分享都会得到回报。所有你邀请的朋友，他们的利润都与你有关，你的付出将会得到回报。如果你邀请的人个人得到$50的奖励，你的朋友和他下面的朋友的分红，你都拿到$0.28，这个是多还是少？一年之内你会得到$150。如果你市场的朋友更多，你得到的也会更多。加入俱乐部只需购买$250的硬币，谁给你提供这个信息，就在谁手中购买，这个人也会将为您提供服务。在俄语组已经建立了硬币银行，购买和出售币子用很简单的方式，通过银行。格拉斯贝格虚拟币，这不是金字塔，也不是长久的项目，这是短期促销活动。谁在积极的运作市场，公司会给你应有的奖励。等到这个虚拟币上市或者是上交易平台，公司会停止这个促销活动，因为这个币子会得到更高的价值。促销活动结束之后，我们会怎么办？公司会有什么计划？公司不会增发新的股权，保证老的股东的权益，让股东们在经济上不会受损失。积极运作市场的朋友，未来你会更加富有。上市后，你拥有的币子可以兑换现金，未来汇率也会大大提高。这对于运作的朋友来讲是一件很好的机会。历史上有过汇率提高1000倍的事实，虚拟币会按照市场需求量和供需关系会有所提高。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收入，为自己的富有做出自己的智慧选择。格拉斯贝格虚拟币注定会成功，你的选择会让你更快速地实现自己的梦想。为了美好的生活，我们应该更加努力。